你把我刚刚讲的那四个型里面，我跟你讲说你要改的地方，哦，二段是在你的平行力，一开始的平行力跟收步的平行力，哦，初段在转身的前低，哦，三段在惯手转身，哦，挥手格，哦，四段在那个拉喊声的地方，哦，你自己旁边先做一下。教练教我啊，好哦，怎么样？好、哦，教一遍是看前面，教一遍是三遍上次，他们有大的赛事啊，对，现在教怎么走？对，你看怎么动作？哎呀，对，你要不要帮我们调一下？真的，我说真的，要不要？帮我们调一下，一个顿点做出来，对啊，对，真的，你真的不要客气，真的。因为